总经理、副总，然后所有百亿地产的学长姐，大家午安。其实我一直跟自己讲不要激动，对，好、哦。那我觉得这标题很好了，突然 cue 我这样，对，哦。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在公司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在回顾我这一年，这样。那到这里，到这个场合，我看到每位学长姐，每位我们百亿地产的所有工作的同仁，都好像钻石一般，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了。对，这我想这就是我想要讲的。对，那我在这边还要感谢一个人，其实他姓胡，对，胡文龙胡大哥。其实，在两年前，我是房东的身份，他让我知道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政策。对，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是非常的一个彷徨的。好，怎么说？因为面对到婚姻，面对到事业，其实都是归零的。那时候带着两个小朋友，压力非常的大，所以我想到了我去。增加我的一个被动收入的方式。好，那一直到去年来到了总管家，那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找到了做了一个对的事情，然后我一直学习如何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对。对，那我觉得也要引用刚刚有位学姐叫做。对，好、哦，他讲的相信自己，对，但我要把它引申，我觉得我们要，就是除了相信自己之外，相信就会发生，对，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是彩色的，它就会是彩色的。然后还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源头，好、哦，当我拿起彩色笔。去图绘一个美好的世界的时候，它就会是彩色的。然后我们就有能量去让周边的人跟着改变。我想，我可以分享的就是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感动的时候，就可以让别人感动，就可以感召到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。那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总管家这个大家庭，让我来到这里。让我找到了我事业的第二春。在过去，我觉得我曾经算过命，我是非常铁齿的人，对。然后我爸爸跟我说，我爸爸是职业军人，哦，他跟我讲说，我什么时候要去改名字？对，因为我真的遭遇太多的事情了，哦，但是我去求神问卜很多，最后呢，我只改了我的英文名字。我在过去。年轻的时候，人家说我像杜德伟，好、哦，钟爱一生的哇，从性感男神到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耗子，天哪、啊，变成咖喱秀秀、哦、但是我相信这就是我，对我外面的环境再怎么改变，我自己没有变，哦，只有自己可以去影响身边的人。对，那我在这边我也宣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过去，在不论在生活上，在事业上，我是一个枝干王，哦，我自己有能力可以把它做得很好，但是其实也，引用刚刚田少廷说的，好、哦，小林说他去上了一个课程，我过去也去上了一个这个课程，我知道团队的重要，对，我在过去，曾经有过的黄金十年，在我人生黄金十年。哦，我创造很多不错的成果。我算命的跟我说，说我有下一个黄金十年，我不相信，我嗤之以鼻。现在我相信，对我希望，总管家的团队，包含百亿地产，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下一个黄金十年。谢谢。